拍照成照啊！这个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Hello， 欢迎小瓜，还有两个大瓜，两个大瓜，很热情的。Hello。这个应该是像 porter 啦，或者是我们的 guide 之类这样的人。我们还在等 office 开门。唉，这个 office 很慢的，讲几点到现在都还没有到。现在都快要7:30了，哇！又一部班车，又有人来，好多人哦。我们来偷拍一下，这一班就不知道哪里来的，但是这一个呢是西马团队的。哇，又有一班，哇塞，这个安哥厉害哦，玩完了你以为？哼。江哥还可以来呀，这个就不懂哪里来的人了。又有一组人来了，今天很多很多。今天的登山者很多，我们还遇到这一对是来自于 KL 的 CID 警察部门的。这个是我们的啦，这个是我们的 team。有一些人走去拍照了，然后这个是我。对 video.
松鼠来了。你等你上到树那边，说你看回来我这边。听得到吗？听得到，听得到。我们现在上着那个两个很美的地方，这样空两边空空的，一个 valley 这样。好，那个很多雾那边啊，现在哈，我已经过掉了的。对对对。谢谢。我们刚刚到这个石头拍照，这边很多树，在这里拍照一下。OK， 我在拍照这边休息了。哇，现在拍照了。OK OK。现在有个人要被赶下来，前面不走不动呀。跌倒。
Keseluruhan pendaki yang ada di Gunung Kinabalu pada hari ini ramai 244 orang, maka kita guna autoriti bahawa mengikut SOP yang telah ada sedia, bahawa kita akan tutup pendakian pada hari ini.